你好，欢迎收看 ATTY 频道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闷热，在外面风又很大，所以我就把自己锁在家里面。今天我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建房子的预算和选择，因为这个选择对我的未来影响比较大，所以呢，想趁这个机会，我想跟大家先说一说一个小小的真实的故事。武犁菜地的梦想，请大家看这些照片。这是我的家，我出生的地方，在广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村子背靠大山，面向一片片的田野。山上有松树，满是松树。山间有水库，在村前有一排池塘，有5张池塘，有一条大路绕过村前。我家呢，位置就在村子的中部，门口就是大路。武犁菜地的梦想发生在我读小学期间，从小我就很喜欢种菜，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。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。每天放学回家，除了挑水、做饭、照顾弟妹，还有就是去菜地种菜、淋菜、摘菜。记得一个阴雨天，我挑着2磅桶料准备去淋菜，走在泥泞又硬又滑的小田埂上，突然一个趔趄。连人带桶滚倒在田里。当天呢，我没有跟我父母提起，但是我跟他们提出我想要池塘边那块武犁地拿来种菜。虽然我也知道那块地一村可以收一箩筐的稻谷，大概30公斤。开心的是，我父母同意了我的要求，拿到了武犁地，好开心。我就扛着锄头到地里耕地、松土，把它分成一小垄一小垄的，还在边上用带刺的植物围上防止其他人家的鸭、鹅啊，或者是牛啊什么的上来践踏我的菜地。我们家邻居宋大爷看着我在那里干，他笑着说：“有志者事竟成。”说实在，我真的不清楚他老人家是笑话我还是鼓励我。不过，我当年是收获了满满武犁地的空心菜。说到这里，我心里真的很想再回村里一趟。不管怎么说吧，当时那么一个瘦瘦弱弱的小村姑，也曾经有那么一点点异想天开。一个小梦想，我的父母也给了我选择，非常感谢他们。现在人到中年，我有了自己的家，有菜地，有花园，我还可以有选择。我选择建投资房，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大力支持。这套投资房的设计方案，也就是 DA。经历了一波三折，从2018年初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才敲定，过程相当的复杂。经过思考，我想用3个问题来展示：一，一块地上，第二套房到底能建多大面积？二，是建在前院。还是在后院。三是贷款还是全款？针对第一个问题，我咨询了不同的建筑公司，得到两个答案。A 答案是，如果我们建 granny flat，最大的面积是60平米。B 答案是，由于这是一个大地块。第二套房的面积可以等于第
套房的一半。按照这个说法，那么我们可以计划建260平米左右，因为我们第一套房的面积大约520平米。这两个不同的答案确实让我困惑，因此带着疑问，我联系了政府部门，打了几次电话，还正式面谈了两次。规划部的官员一再重申，针对我们这块地，除了有边界的要求，其他没有明文规定。边界的要求细节就是，前面距离公路边的围栏不少于15米，旁边距离邻居的围栏不少于10米，还有距离我第一套房子的距离不少于15米。那么其他的，比如你要建多大面积，建多少间房，房间里面的设计都没有明文要求。在规划人员的指导下，我们把房子的面积计划在500平米左右。第二个问题，选在后院呢还是在前院？请大家看这幅简图，这块地位于山坡上，前院靠近山顶，公路从门前经过，后院处在半山腰处，坡度比较大。开始的时候我们计划选址在后院，因为后院比较大。后来有三个主要的因素让我们改变了主意。第一个因素是整平地基的难易度和预算。前院整平地基要花15000，单单是整平地基。如果是选择后院，费用至少要翻倍，因为坡度大，难度很大。第二个因素是通电的安全和预算。建筑公司不承包这一项，我们得找电业公司，向国家电网提出申请，获批后，然后把挂在天上的电线改为埋在地下，安全，更安全一点。9月份完成了这一项工程，花了16000。如果改在后院，费用要超过30000，因为距离比较远。看这张图，围栏外面，也就是在公路边，这一根是高压线，是公共的，国家的。那么我们围栏里面是我们私人的，所以一切费用我们得自己掏。第三个因素是不确定的，是森林火灾险情评估。后院森林覆盖比较多，防火认证比较难搞，我们也不清楚哪些树可以砍，哪些不能砍，搞不好的话花大钱还得惹官司。主要是综合考虑以上三个因素，所以我们决定选择在前院。最后一个疑问，是贷款还是全款呢？我们手头有两套设计方案，一套是商用小旅馆，另一套是普通住宅，分别从4家建筑公司拿到了预算。通过对比，排除了2家，留下2家。一家是我们本地最大的建筑公司，帮我们设计商用方案，一共8个房间，其中一个是残疾人专用房，这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必须的，带标准停车位2个，还有一个标准的残疾人停车位，预算是86万。另一家建筑公司总部在悉尼，我们先是实地去参观了他们的样板房，然后从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普通住宅样板中模板中，我们选了一套。接着我就把一系列的修改要求提交给他们，开始他们说不能做大的修改，
想不到过了几天，收到他们的确认信，全盘照收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修改后的方案是五房4.5卫，2厅1厨，还有2个车位的车库，预算是52万澳元。有关预算，我想补充一下，除了家具不包含在里面，其他比如说空调，还有厨具，安全门窗都包含在里面了。2套方案耗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，反复考量，反复对比，最后我们拍板普通住宅。为什么放弃商用计划？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害怕等待政府的审批。一般情况下，普通住宅是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拿到政府的审批结果。如果是商用计划，很难说，1年、2年，甚至无限期的拖。说不准，非常非常的麻烦。再说，普通住宅完成之后，完工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申请作为商用，因为我们这块地有这么一个优势。申请成为商用，同样可以享受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。所以我们决定建普通住宅。同时，全款投入，不用贷款。有关政府审批的过程有多麻烦、多复杂，下期再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今天先说到这，谢谢您的收看。